绿了。哎呦，我这怎么看不到了？我靠，太累了。绿不吗？我知道，太累了这个局了。来看一下。哎，你看这边这个星星是不是的？哎，你看。那不是，那可能是那个啥人造卫星吗？什么东西？哦，人造卫星？你这么着能看人造卫星吗？哎，那怎么看不到？你绝对看不到。可以看到，它变化多大？它变化多，它自己不停的变了，你看。今天电视里面有了 UFO， 是伤，伤害吗？哎，你怎么想起在这看了？从哪个看到了？我不小心看到的，双双。你看，哎，变了，变了，我看了，哎，变了，变了，变了，哎，这散的清楚，哎，六棱形，看，变没有？今天，看，又变成鸳鸯了。它这一远一近，它一远了嘛，就变成亮点了；一近了，就变成六棱形。其他的没有啊，就这一颗。就这一颗吗？我们摄像机没动吧？它自己不停在动呢。一会跳过来，跳过去。帮我加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没有。看。对，就是这个星星在动，这个亮点在动。你看。那个就不行了。那个它不变吗？你排长还说是啥人造卫星，人造卫星能看得这么近吗？再说也看不到人造卫星，你扩散没了个球的，人造卫星在太空中呢，刚是不是扩散了？嗯，这个规律刚刚扩散的太大了，没了之前它没时间规律性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刚才给它算了一下时间，平均五分钟扩散一次吧，那是平常，还没得更高倍点儿的。那没有啊，这对最先进的摄像机了。这个，哎，你看，又散。刚散的时间太长了，都这样拍下来，散的时间。你走了以后，我们好好研究一下，不知道到底咋回事。完了，明天好好看一下。哎，快了，哎，快了。用摄像机看太爽。哎，要是我今天晚上他妈就不在乎的话，我还是他妈直接睡，太可惜了，我操！这绝对爆炸星星的，信不信？已经出来过了，这个用它嘛，用雷公，这不一样啊！一样的，那个你拿个不是说出来不出来，这种东西啊，特别稀少的东西，哪怕就出来。已经出来十条了，我这是第十一条，它照样新鲜。问题是啥？因为人们都在关注这个问题，而且我这是实况。你那天看的这个，它有没有六棱形？它的没了，我二是他妈猛的一扩散没了，我操！哎，它的像个啥？我二的。啊，你那天看到这个和这差不多的，它有没有？它是灯笼东西，它妈是啥？是它不是，我们这是个竖着的椭圆形，它那个是个扁的。灯笼是挺，那个扩散不扩散？扩散，圆形吗？扩散是不是六棱形？不是灯笼形。你就是啊，这是六棱形啊，你没见过吗？现在从咱们那个角度已经射不上了。肯定射不上了，它已经跑过来了。还有179个电，那节充满了没有？那节也充满了，你就把这一盘带子射完就算了。他，你不可能拍到他消失，你问题不知道他啥时候消失吗？你不可能拍到。现在都几点了？你算算是不是？咱不要把他射完，留上五分钟，然后之后，我们一直坚守着他，一直到他消失那一瞬间，赶紧打开，看他变化特别强烈的时候。你不可能在这守着，你冻死了就。你赶紧打开。又扩散了，找不到了。好，先散着呢。刚散了一下，又合起来了。比这更高倍的没有了。你比这高倍的就好。
这信息可以啊，我说真危险，我还是他。跑过来了，我去。你用肉眼能不能看出来它变化？没有啊，这闪一闪的，一会儿是绿色，有这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你把弄走，弄走。哎，他跑到那个角就算又没了，你看，你看。你摄像机的好吗？看看是那个。